我们双十一的首席玩家。Hello，Hello，Hello，欢迎战战，你来，好，我们你握好，个手吧。你好，你好。来，所有在直播间的这些网友们都等肖战等很久了，战战要不要跟大家问个好？Hello，各位天猫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lay 双十一首席玩家肖战，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见面。是的，我们的首席玩家今天就是来跟大家玩的。我们今天有很多好玩的，然后有很多心愿要战战来帮忙实现。在这之前呢，我们开始玩之前，哇，网友已经哥哥，来给你倒上一杯热水，好，谢谢。然后我们边喝水边玩边互动，好不好？然后好。看看弹幕，大家都在喊，我的天哪！要战战注意身体啊，啊。我挺好的，身体挺好的。要不要跟大家先报备一下最近肖战在忙什么？最近的话就是在剧组拍戏，对对对，在剧组拍戏，还没有杀青，还没有杀辛青。苦吗？这次拍这个剧，其实还好，不太辛苦。现代剧的话跟古装比起来好很多。所以大家放心啊，战战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因为双十一越来越临近了，所以，哎，我要坐近一点，是不是？我坐外边一点，好，OK，那我是不是要？往右，我好们一起往右边来一点，，OK，好，好战战也可以往右一点，，OK，这样可以吗？居中一点，哎，好。好，双十一越来越近了，但是对，现在大家都流行在双十一到来之前就开始做攻略啊，下订单。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曾经双十一购物的经验？喜欢买什么？我以前双十一，其实我刚刚我们还有聊，我觉得现在双十，我还停留在双十一就是发货特别慢的那个年代，是。所以最近不太喜欢在双十一的时候会去购物。是，战战刚刚跟我说，他说双十一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发货有点慢。我说你大概是太久没有双十一了，因为最早开始大家都没有想到会这么火爆，所以有些措手不及。现在双十一在天猫也好，大家都其实动作发货的速度是跟正常购物是一样的，几乎你双十一下订单，12号、13号就能收到了。所以大家今天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疯狂的下订单。那你一般都喜欢买什么？以前零食买的比较多，然后，对，零食其零实买食，的很多。猫粮是不是也会囤一哦，些？对，猫粮，然后猫猫的用品啊什么的会自己囤。的一些生活用品会去。啊，生活用品就还好，就是零食跟猫猫的一些食品啊、用具啊什么的。哎，你有没有快递小哥送快递然后认出你的经历？没有。快递小哥可能会很惊喜啊，双十一的惊喜。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在我们面前，大家就看到有很多 Olay 的这个产品要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双十一真的 Olay 它优惠的力度非常惊人。刚刚我一直在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白瓶的面膜，这个是在我们自己有没有用过？有啊有啊，我来送了我超多这个分小享白一下瓶你面的膜。感受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面膜它首先很服帖，就是它是可以那有种弹性，拉伸的，对，它可以直接覆盖在脸上，就是脸大脸小其实都可以。然后我觉得用了脸它，大脸小都可以，没有，其实我脸蛮大，然后用它的话，我觉得第二天皮肤会很润。很润，而且很有水分的感觉，确实，因为它里面有99%浓度的这个烟酰酸，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这个5%的黄金的这个配比，是这个医学界公认的是非常适合让大家去美白和补水的。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在我们直播现在已经1点钟开始了，1点到2点这1个小时期间内，大家如果在我们直播间，现在应该就会弹出这个链接，大家就可以去购买。购买15片的话，到手是32片，是送了几片？数学怎么样？买15片送32，那送了几送片？了一半送多，了17片，对，送了一半多。所以这个优惠是在我们今天直播间送给大家的特别的福利，而且呢，大家前5万名去付定金去预购这个面膜，小白瓶面膜的话呢，可以获得的是我们的 Olay 的明星周边好礼，这个要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周边好礼在这里，好礼里面包含什么呢？哎，我来打开看一下，可能你自己都没见过吧。没我们有5张哇，战战的这个明信片，哎呀，各种各型各款，而且这个颜色也非常的可爱哈，是。非常的适合大家，可以。当然，我相信大家拿到这明信片是舍不得寄出去的，呵呵，所以自己就珍藏好了。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人形立牌，总共有4个，对，大家可以把它这个撑开，然后在你写作业的时候、办公的时候放在边上，你就会觉得不寂寞了。还蛮吓人的，是的，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份礼物确实是。
只有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时候前五万名可以获得可以拥有的。那另外呢还有你如果今天前五万名你没有抢到的话，你只有等到双十一的那一天去付定金尾款的时候，付尾款的时候抢在前一万才能够抢到。所以这个一万和五万的这个中奖率大概相差五倍，大家不如今天赶紧下手。对，今天就可以拥有这份特别特别的Olay的明星的专属礼物。更重要的是双十一期间非常诱人，天猫的购物津贴可以叠加使用，如果满400就可以减50啊，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各位现在看直播的朋友都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好了，那今天除了有各种各样福利，一会儿还会仔细的介绍哈。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站长还要帮忙，我们有礼物，有网友的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两轮的抽奖要送给大家。送给大家礼物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猜猜。是礼盒，是带我们这个Olay的双十一的礼盒。而且我们待会儿会请战战亲笔签名，然后把这个礼盒送给两位幸运的网友。一会儿我们会来提问来回答这些问题。好了，说了那么多，我们讲了各种各样的这些优惠，包括我们今天特别重要的直播间才有的优惠。我们马上要给大家设定一个目标值，现在战战你看点赞数已点赞数已经有630万了。630万。我们第一轮设计一个点赞数，一个目标，你觉得设多少？我说吗？嗯，现在630，你觉得大概多少时间可以完成？1000，好不好？好啊，好啊。1000，大家导演可以吗？1000，好不好？我们设定第一轮的这个点赞数是1000个点赞，我们就开始第一轮的抽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我们要请肖战帮大家心愿一一实现。双十一有各种各样的心愿。好，主持人要再往左一点，是不是？好，我再往画左移一下。好，哎，但是我这下面好像有一个。现在不用，现在也要左移一点。好，好，小心一点。好好好，可以。OK。好，我们下面开始心愿一一实现了啊。好，我们要实现很多，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Olay的天猫的旗舰店。哦，对了，要提醒大家，现在就点左上角的关注，关注我们的Olay这个顶上。对，这个点这个关注的这个 logo 就可以关注我们的 Olay 的天猫官方旗舰店，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会员，享受刚刚我说的所有的福利。大家一定要点关注，现在就点关注。点完关注之后，我们开始实现今天的第一个心愿。我们之前在 Olay 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征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要请战战来帮我们实现。先来看第一个网友的心愿是什么。第一个心愿，要听听肖战的真心话，所以我们有几个问题要请你来回答，总共有五题，我们让战战选自己想答的题，好不好？好，我们先看第一题啊。除了医生，还想挑战什么行业的角色？还想挑战、啊？等一下，战战，哎，已经1000万了。我们刚刚说设定600万的，当时是600万，我们说目标是1000万，然后马上就1000万了。大家太那哇，你们太厉害了吧！好，那我们直接提问好不好？好好好，我们就是这么真实的直播，我们就待会儿再来回答这个心愿，直接来提问。哎呀，这个手卡都要翻好久，因为我们预计没有那么快。好，我们来，哦，谢谢战战。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各位网友，我们第一波福利马上要送出了，这波问题是，请问，哎，我要找一下我这个问题，这个，哦，在这里，要请问的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这个 A 醇 Pro， 我们的超 A 瓶 A 醇 Pro 和我们的淡斑小白瓶一起来组合搭配使用，它不仅可以美白，而且可以去细纹，它的美白效果是超级的。那请问这个美白效果是多少倍呢？这个美白效果会是多少倍？大家来回答一下，这两个一起搭配使用，它的美白效果是多少倍？我来，我要回答吗？网友来回答，回答美白效果是多少倍？好，大家来猜猜看啊，它的美白效果是多少倍？我来提示一下，它比双倍还要多一点。双倍多一点，那就2点多呗。2点几呢？大家来猜猜看，它的美白效果是多少倍呢？2点几倍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留弹幕啊，2点多少倍？2点几？2点几啊？2点几？
答案在手上，大家可以现在就来回答。我们的超微瓶 A 醇 Pro 加上我们的淡斑小白瓶一起来使用，它的美白效果是多少倍？有人说60倍。这个最强的 CP 组合，它的淡斑效果、美白效果是多少倍？二点多少倍？哎，有人答。好，现在大家就可以刷这个弹幕，然后我们请站站来喊321，我们来截屏。停的第一个答对的这个网友，我们就会送给你肖战亲笔签名的我们的Olay双十一的礼盒。嗯嗯嗯，好，好，那我二点几倍？小号，来，站站，你随时喊321啊！321，好，哎，截成了，好，可以了。看看，回到截图的，在这，在这儿。嗯，等一下啊，这个手机有点慢。好，在这儿有了。好，有人答对了，第一个答对。好，要念出来吗？要念这个 ID。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是唐新淡北洛国友。恭喜这位网友叫做唐新淡北洛国友，他回答的是2.4倍，给观众看一下，我们是真实的在截屏。嗯啊，所以这位网友，我们一会儿工作人员会在后台联系你，然后送给你肖战亲笔签名的，哇，亲笔签名，看到没有？金笔，对对对，亲笔签名的双十一的Olay礼盒，在那边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边到底有什么。好，里边有小白瓶的面膜，小白瓶的面膜，还有刚刚的那个明信片，是的，还有明信片和人形立牌的这个周边礼盒要送给大家，对对对，有这个套组，重点是肖战亲笔签名，看这个油渍都还没有干啊，所以我们把它收好。好，回头我们就会通过后台联系你，然后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好的，我们第一轮的这个送礼已经答题抽奖已经抽完了，我们现在等一下手机回到我们的直播页面，哎，请工作人员帮我切一下直播页面，然后我们继续来请战战回答网友的真心话。Okay. 第一个问题刚刚问了，除了医生还想挑战什么行业的角色？还想挑战什么样行业的角色？嗯，画家。画家，哎，为什么是画家？因为自己本身就学设计，对不对？对，可能在演绎起来比较有信心吧，有灵感，有感觉一点哈。画家，嗯。第二个问题，在外面拍戏时间长了，如果回家，你的猫猫坚果，它会不会不认识你？你有什么独门秘诀唤起它对你的回忆？它好像不仅不认识我，它还很害怕我。为什么？就是可能猫猫久了之后，它就。他闻不到你的味道，他会有点想念，对不对？他可能只认识我妈了吧，现在。嗯嗯嗯，那怎么办呢？就拿吃的诱惑他。他也是个吃货猫哈。对对对，很胖那现在。嗯，所以给他一些吃的，他就会跟你亲近起来。对对对对。是，这是关于猫猫的故事。然后那接下来三个，你看你想回答哪个题目？休息的时候会睡懒觉吗？睡到几点？会睡懒觉。嗯。让我回想一下休息的时候啊，上次睡懒觉上次休息睡懒觉是到几点起来的？应该10点吧。嗯，十点你觉得就是懒觉了？因为我是一定要吃早饭啊，就是我无论多累我都要爬起来先把早饭吃了，然后再睡。哎，很自律啊。因为会饿呀，吃早饭对身体好，对不对？对，早饭我一定要吃，就早饭很重要。是的，我们现在要再次跟大家来提醒，关注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点关注我们的 Olay 的这个天猫官方旗舰店的这个 logo， 然后关注了之后我们就会享受各种各样的福利。刚刚战战回答了我们第一轮心愿的三个问题，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自己要吃早饭，也提醒大家要照顾好身体，这个很重要，大家吃早饭。然后现在呢，千万千万大家不要只看着我们聊天就忘了，因为我们这个Olay的小白瓶面膜在我们直播期间这一个小时，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买15片赠送17片。没错，这一片里面据我了解，它这一片里面它所含的精华已经是有大半瓶的我们的小白瓶里面的精华的含量了，非常的浓稠，所以基本上你敷完这15分钟其实就是给面部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美白的 SPA。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变白啊变漂亮啊，就可以使用它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加好。那这15片想32片的装，同时前50000名刚刚说了会加赠我们的明星周边的大礼包，里面有5张明信片和4个人形立牌。那现在已经开始抢了，我们的链接已经弹到我们的页面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去
抢购它，去预购它，然后双十一时间去付款，还可以享受天猫的这个购物津贴，满400减50。好了，我们继续来实现心愿。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心愿是什么。第二个心愿是有网友想要听战战来给他录一句晚安的 good night call。好，好，晚安。所以 good night call 就是要用晚上的那个说话的频率去、去说这句晚安的话，可不可以？可以啊。晚安，晚安 ，Good night。晚安，晚安 ，Good night。要不要加这句话？早点休息，白天也要早点努力。好，好，大家我们安静啊，我们来听战战的这个 Good night call。大家可以录屏录下来，然后睡不着的时候听一听。好，早点休息，白天也要继续努力哦。晚安 ，Good night。哇，顿时就有了睡意，非常的让人放松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去把这个录屏，这是今天我们实现的第二个心愿。刚刚其实我们在网上有征集各种各样的问题，除了那五题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话题。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战战，如果让你去荒岛，这是一个千古谜题啊！如果你去荒岛，但只能带三样东西，你会带什么？只能带三样东西、啊。嗯，去荒岛要带一个月。我要带，有网吗？荒岛，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看看你会来，什么都没有的话，那我就带，我要带很多很多的水。嗯，然后我带水，我要带、第二个是我要带蔬菜的种子。哇，想得很周到，要种菜哈。然后我还要带。小白瓶，小白瓶、因为荒岛上会被晒黑。哎呦，想得很周全，自己要吃饱了，同时还要美美的哈。因为确实荒岛上我们都说会风吹日晒，所以带一个小白瓶，我们的这个淡斑小白瓶要给大家再次推荐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刚刚在介绍的时候，除了有我们的小白瓶的面膜有独家的直播间优惠，我们双十一期间大家去购买我们Olay的，在我们左下角的购物袋里面就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对，左下角的购物袋，各种各样产品的优惠都在里边。那我们的这个明星产品，我们的淡斑小白瓶，它是，真的你知道吗？它是全网 number one 的淡斑精华。对，对于很多有这些痘痘印啊，或者是红肿，或者是黑色素沉淀的这些朋友，可以去使用它，让你的黑色素消退，然后让你整个皮肤变得更加的美白，更加的漂亮。那怎么能够在这个双十一时间，大家听清楚了，它的淡斑小白瓶的优惠也是非常的吓人。斑都能淡，怎么可能不白呢？它的淡斑，我们这次的Olay淡斑小白瓶下定，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就可以来下定，可以享受买一瓶享受两瓶的量，就是买一赠一了。买一赠一非常厉害，重点是买一赠一之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双十一期间享受天猫的这购物津贴，满400减50，所以是非常大的福利，大家就可以来享受这个买一赠一淡斑小白瓶，把这个明星的Olay产品带回去，大家值得你拥有。现在赶紧，我也要给我妈发个微信，让她赶紧去，赶紧去下单。确实，在这个直播期间，这些优惠是非常实用的。而且，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这个淡斑小白瓶，它其实到现在为止，在我们的就截止到现在，它已经下定的预购量已经是非常惊人。导演，我们现在已经预购多少？10000多支已经预购出去了。哇，所以现在哦，我们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我们的明星周边已经有10000个明星周边被抢掉了，所以现在还剩下40000组，大家抓紧时间去购买我们的这个 Olay 的小白瓶面膜，15片到手32片，还剩下40000组。肖战的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特别的在现场的我们的周边的礼包，我们的 Olay 的明星礼包，大家只有在此时此刻这一个小时里面可以拥有，还剩下40000组。好了，讲了那么多，我们看看网友在说什么。网友在说，战战喝水，我还好哎，其实我、还好，对对对，很好，不用担心。是网友都非常的关心战战，其实一直是杨洋老师在说话。好，我们看到现在的网友都还在跟我们继续，大家哎，我们的点赞数现在已经2484万的点赞了。谢谢各位网友朋友们的支持，大家也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某类的天猫官方旗舰店，所有的优惠都会让你享尽，然后同时在左下角的购物袋里面都可以去拥有它。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请战战来帮我们来实现心愿，来，我们的心愿一一实现。好，我们接下来的第三轮心愿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好，好，
这里有三个很可爱的表情包，嗯，这三个表情包要请哦，网友说要请站站来模仿一下其中的两个，可以吗？好呀，好呀，好呀。选哪两个？选哪两个？棒棒的跟静静看着你。好，棒棒的和静静看，大家准备要截屏了啊！站站要开始来做很可爱的表情包，我们先做哪个？先做棒棒的吧。棒棒的，好。嗯，来，我们看这个机吗？好，好，好。来，棒棒的，三二一，三二一，棒棒的。再给你点赞，给你比赞，哎呀，好可爱，棒棒的！网友也在说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表情包，静静看着你，静静看着你，静静看着你，怎么还不下单？各位赶紧的，好，静静的看着你，耶，静静的，棒棒的，静静的都非常的帅帅的，谢谢谢谢战战，非常可爱，跟大家也是实现大家的心愿，一一的来实现。好了，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这个小白瓶的面膜，然后也讲到了淡斑小白瓶。其实这边我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淡斑小白瓶，刚刚我们也讲它有一个超强的 CP， 就是我们的超 A 瓶。因为淡斑小白瓶它主要成分是这个烟酰胺，那我们的这个超 A 瓶它是有 A 醇 Pro， 烟酰胺可以变白， A 醇 Pro 可以去细纹，所以两个加起来又可以淡纹又可以美白，是地表最强的 CP。 那这个 CP 在我们的双十一期间，我们Olay会有特别强大的优惠给大家，超 A 精华加上我们的淡斑小白瓶，也就是 A 醇 Pro 加上烟酰胺，下定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买二送二，这是一个套组嘛，所以大家买这两瓶就可以享受四瓶的量啊，很划算，非常划算。而且在这个还是天猫的我们的这个购物津贴满400减50的优惠都可以来使用，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去享受，大家边看这个互动边可以点左下角的我们购物袋，里面都会有这些福利送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的是现在的这个点赞量已经是2748了，我们再设定一个数值，然后开始下一轮的这个抽好不好？三千五好不好？三千五，点赞量到3500的时候，我们开始下一轮的截屏冲赞，来给大家送上我们特别的签名的这个双十一的Olay的礼盒。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实现网友的心愿，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心愿是什么。战战，嗯，这轮心愿要请战战来帮我们做一个晚安的童话故事，因为有这个 good night call 还不够，大家有些人真的是睡不着怎么办呢？可能要麻烦战战来说一个很让人想要听下去然后又可以助眠的一个童话故事。你自己平时睡觉怎么样？睡得我睡眠就最近入睡快，最近还不错，因为就是对，就累了，累了就容易睡得早一点。最近睡得还不错，就如果我平时会失眠，会睡得不太好的话，我也会听一些轻音乐，或者是听一些故事，对，就有声读物，有声读物。所以我们大家只爱听肖战的有声读物，能不能战战今天现场给我们来念一下这则小童话故事？好呀，好呀，可以吗？给你，来，大家来听童话。窗外的树木生长得格外苍翠茂盛，夏日的阳光像一个个调皮的小精灵在树梢跳舞，欢笑嬉戏的曲调在树下投出斑驳的影子，也跟着动起来。看到一大片开得鲜艳的花，颜色张扬，如同莫奈随意画上的大片颜料一般。哇，点赞点赞点赞，哎，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忍不住在点赞，真的非常好听。我们看看网友是怎么评论的。好，说温柔的哥哥好温柔，爱了爱了。非常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个童话故事，所以睡不着的朋友可以把这个刚刚录到的这个手机里面的战战的童话故事拿出来听一听，帮助大家睡眠。但是还有一些人其实他也想睡，但是可能工作的压力啊，学习的压力，他要熬夜去做很多事情，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用 Olay Olay Olay， 我们有一个熬夜霜，这边要特别推荐给大家。这个熬夜霜真的很厉害，它的设计很特别。
啊，点赞马上就要已经3500了。好，先让杨洋哥哥把这个熬夜霜讲完。这个熬夜霜我觉得我自己有昨天试用过，它最厉害的是它的这个真空包装，它里面有10层的真空包装，所以因为它里面是酵母嘛，非常天然的黄金酵母，据说它价格比黄金一样珍贵，但是它把这个酵母完全密封起来，保持它的活性。它的使用方式大家可以看，你就点这个，点哎我们的直播屏幕，好，点这个，然后它会从这边出来，然后就可以这样，然后就可以涂在自己的脸上，然后它就敷上，让你有这个水润光泽，然后就睡觉。第二天即便你是熬夜，你醒来你的精神状态也是非常好的。然后还有很多女生可能白天要化妆，你可以在化妆之前涂上这个熬夜霜，就非常的水嫩，然后再去化那些化妆品的话，皮肤会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这次在双十一期间，我们 Olay 的熬夜霜也是有超强的优惠。熬夜霜刚刚我们讲到的，不管是我们的淡斑小白瓶，还有我们的光感小白瓶，都是买一赠一的量，所以就买一获得2倍的这个量。但是我们的这个熬夜霜更厉害，他拥有这个熬夜霜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你可以获得的是一支正装的眼霜和一支正装的洁面。哪有人买东西还送正装的，我们Olay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各位现在赶紧去下订单，在我们左下角的这个购物袋里面就可以拥有它。好了，我们讲到这个熬夜霜，刚刚也说要给大家再送一轮福利了，所以我们要请战战再帮我们来截屏，我们同样把这个礼盒给大家再看一下。哎，刚刚签名的礼盒，战战再帮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签名的礼盒。就还是刚那个对吗？是的，礼盒是好签名的礼盒。对，然后里面就是有 Olay 小白瓶面膜，还有刚刚的明信片啊，跟人形立牌。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特别在直播间要送给各位的，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店铺，在直播间的上角就关注，点关注，然后我们现在去订购预购我们的小白瓶的面膜，就可以获得战战的周边，就是刚刚这个礼盒里面周边前50000名都可以获得这个周边，大家抓紧时间。那现在我们是要送礼物给大家了，这个送礼的问题是，大家听清楚了，刚刚杨哥其实有讲到，在我们的这个小白瓶光感小白瓶当中有一个10%纯度非常高的成分烟酰胺，它能够让你变得更白。那这个百分比是多少的烟酰胺呢？我们的光感小白瓶，大家来回答一下，10%非常高，接近100%的百分比哦。来看看，现在你猜猜看，百分之多少？接近，哎，已经有人答对了。对，已经有人答对了。啊，但是这个数目还挺让我震惊的，很震惊，因为这是市面上所有的烟酰胺的百分比里最高的，这是实打实的Olay做到的这个数据，就是我们的烟酰胺的百分比纯度是是多少？看口型，接近100%啊！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在弹幕上面去留言，然后我们请战战来喊321，我们截屏，答对的第一位就可以获得刚刚战战手上拿着这个亲笔签名的Olay双十一的礼盒。好。随时喊321。321。耶、yeah。这个手机反应有点慢。好，接到了。可以了。好。我们来看看。好。真的是现在人气太旺了，所以我们这个直播间也是有一些些的这个卡顿，有些慢哈，我们等一下啊，我来打开这个。现在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我说，我们的这个购买我们的预定我们的这个小白瓶面膜可以获赠的明星周边，现在还剩下3.6万套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还有3.6万套。好了，我们截屏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好，那我们一人念一条吧。好的，我来念。答对的这位 ID 叫做捏捏小肚腩，恭喜这位朋友捏捏小肚腩。来，我们用这个照片为证哈，截屏第一个答对99%的烟酰胺，就是我们的这个光感小白瓶里面的烟酰胺的纯度了，非常高，99%。我们要送给你的，刚刚我们再给大家秀一下，要送给你的是我们Olay的双十一的
亲笔签名的礼盒，所以里面有这个我们的小白瓶的面膜，还有我们这个明星的周边，里面有明信片和这个人形立牌。那同时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去订购我们的这个小白瓶的面膜，因为在前50,000名的粉丝都可以获得这个明星的周边，让你带回家。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心愿实现了几个了，已经4个心愿都完成了，对不对？我们跟大家回答了真心话，然后我们录了 Good Night Call，然后还念了童话故事，然后还做了表情包，现在是最后第5个心愿，我们看看第5个心愿是什么。哇，哦，这是吗？站站，你来拿一下，这个分量多么的沉甸甸，这轮的这个礼物真的非常的厉害。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揭晓的第5轮的心愿，我们之前在天猫的 Olay 的官方旗舰店上，哎，屏幕黑掉了，请导演帮我们切一下。在天猫的官方旗舰店上抽中了这位幸运的网友要送给他的，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嗯，好，这很厉害。哇，这也太厉害了！我们要送给他的是 Olay 的光感小白瓶，而且这个是大容量装，特别适合囤货，大容量装。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左下角的这个购物袋里面也有大容量装，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 Olay 的这个天猫的旗舰店，然后去下单。大容量装特别适合囤货，同样大容量和小容量都是买一获得2倍的这个量，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家，买一赠一。所以今天我们要送给这位朋友的是，数一下，9只大容量的光感小白瓶，价值4999元、wow ，要送给这位朋友。所以我们要请战战亲手为他打包，给他贴上我们的快递单。好，开始打包了。这位朋友真的很幸运啊。那我要撕下来。这是第一次打包快递吧？对。对我们要请战战来贴这个快递单，然后这个亲手贴的快递是贴这个还是贴这个？贴、按贴一个就可以了。嗯，然后请战战亲手打包的快递要送给我们的这个网友。网友说：“天哪，我也想要！”很多人都酸了，很多人都酸了，太酸了。好，贴好了。很多柠檬。好，贴好了。这个特别大的这个光感小白瓶，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就是我们的9只，然后价值4999元。好，谢谢战战。然后我们待会儿请快递小哥就把这个给送出去。好了，我们现在5个心愿都已经全部都一一的请我们的战战帮我们来实现了，我们再次谢谢肖战。然后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就点关注我们的 Olay 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就可以享受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的福利。特别特别要跟大家再次强调，就是我们的这个小白瓶面膜，现在在直播间这1个小时里面，大家可以去下订单，然后下订单的前50,000名都可以获得这个 Olay 的独家明星周边礼盒，里面包含的有5张明信片和4个人形立牌，而且可以享受买15片获得的是32片的这样一个特别大的优惠，也就是真的是非常划算。大家现在就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可以去下订单，而且双11天猫的这个购物津贴可以叠加使用，满400可以减30。哇，讲了那么多福利，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网友的弹幕。买到就是赚到，真的。嗯。有人说他要转行做快递小哥了，因为可以拿到这个快递。然后有人说要战战照顾身体，不要太辛苦，回去要好好休息，多睡觉。好，我们都有转达给战战，但你可以喝口水哈，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轮的互动了。我们之前在这个 Olay 的广告片上有看到战战丢这个骰子，所以我们今天现场也来玩一个这个大富翁的游戏。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上道具。OK。好，我们这个道具已经来了。哎，是的，手上这个就是骰子。一会儿呢，我们要请战战来掷骰子，然后掷到骰子，我们就要去走这个棋盘，然后看看我们会有什么任务要请战战来现场帮我们来完成，好不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先看看网友。我们等一下啊，我们准备 ，OK 吗 ？OK， 我 OK 啊。随时我们请战战来掷骰子。OK， 来喽。3、2、1，一，哇，厉害，直接是一啊！所以我们就走，这是 start。你想走5还是走1？你想
哪个方向走 ？Star 一吧。你想走一是不是、嗯？那我们就完成第一个挑战，好不好？导演给我们第一个挑战。哇哦，说，请肖战来描述一下直播间你所看到的情形。我看到的情形啊、嗯，你现在放眼望去，你形容一下你看到了什么？为什么有一个摄像大哥在敷面膜？哎，真的，这个大家很敬业，而且可能他是觉得今天不敷白不敷，就把这个面膜敷上，一边工作一边敷面膜。而且我们现在现场其实大家都在这边拿着手机，我估计很多人都在偷偷下单。我们来给大家拍个照好了。好啊。这大哥也太拼了吧！大哥来，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哥，哎，他有在看弹幕，感觉来，我们给网友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他边敷着面膜，然后边在这边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辛苦了。好，我们再回到直播的界面，这是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工作，哎，大家都在乐，哈哈哈哈哈。对啊。我们再看看大家的这个弹幕好不好，因为真的很难得跟网友做这样直播的互动。你之前直播过吗？嗯，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啊。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摄像大哥不容易，说太累了吧。还有人说哥哥好可爱。还好吧，如此敬业。哎呦，你要不要再举一下啊？再，你说再丢一下吗？再丢一下，我们不玩游戏，随便丢一个数字好了。可以啊。嗯，还是一。好了，我们今天跟战战玩了这个互动游戏，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今天非常非常荣幸战战来到我们这个双十一的 Olay 的这个直播间，跟大家来一一实现各种各样的心愿。因为确实双十一它对于很多这个特别是很多小姐姐小妹妹啊，大家都能够去用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去购买到自己薪水的这个宝贝，然后让自己变得更白更漂亮，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爱自己。那战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这个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来说的？就是那我也要与时俱进一下了、就是那就双十一，那我要赶紧的囤货囤起来了。战战也要囤货囤起来，那希望粉丝朋友们呢，祝福他们什么？祝福他们就是买到就是赚到。买到就是赚到，希望大家都每天都是漂漂亮亮的，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每天都开开心心，越来越好。嗯，然后又健康又漂亮。对对对对，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战战，送给杨老师。我没有，我们也希望战战就是能够在工作中就是很开心、很健康，然后很快乐。对，很开心，我很开心、很健康，很健康啊！我不要担心我。战战，你看你的这个点赞数，我们现在直播间点赞数已经到了4800，马上就要5000万了。哇，谢谢谢谢，辛苦。我们最后再念两个留言，我们就要让战战去休息了，因为好不好？因为时间我们也差不多了。好的好的，看看再来念一个留言，好，说希望战战越来越好。谢谢谢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一定会越来越好。嗯，开开心心的。对，不要这么着急结束，没关系，我们让战战休息一下，然后我们这边的福利还会继续派送给大家。好呀好呀，再次谢谢肖战，谢谢，辛苦辛苦，祝肖战顺顺利利的。谢谢，加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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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喝口水，好好好，战战可以，战战可以起身休息一下。OK OK， 好，那我先走了。好的，但我们直播不会停哦，我们还有福利要送给大家。辛苦，拜拜，战战。好，拜拜。好，我们继续啊，我们现在距离这个两点还有。